这次啊，我约了一个很好的地方，老管你好不好？啊？有没有我们上次去的地方好？比那次还要好。真的假的？来，上车。 是那个有钱男人的车。什么回事？认识他新男朋友。我靠！一转眼就不见了。怪不得他常常跟我说不想要谈恋爱，原来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人。他刚才是哭了吗？ 他就从来没有为我红过一次眼，笑什么呀你？你知道你这种人叫什么吗？什么？年纪轻轻，没有工作，整天吊儿郎当，游手好闲，谈个恋爱嘛，像过家家一样，整天怨天怨地怨社会，一个女孩子。 自己过得像个垃圾，你才是垃圾，我是有工作。好，钱给你。像侬搿种人啊，我真的是看不起。麻烦侬过得越来越好，勿要再来烦我了。 拿到了，拿到了。你不开心？天有点冷啊，我们回去吧。豆豆，我们算了吧。我再也不会逼你做我的男朋友。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爱过对方，对吧？我们以后也别再见面了。我要去上班，你保重。 找到 bug 了，我找到问题所在了，刷差评的根本我 给解决了。是我拿了钱去刷差评，那些都是我，那些小号都是我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个垃圾。不是，不是你，不是你的错。是系统本身就有问题，才会让你做出错误的选择。我是个坏人，好吗？我知道是你刷的差评，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会让你犯错。 是我的原因，我改正了。你为什么不要怪我？你知道我的人有多差劲吗？不是，小文，因为我相信你，就像你一直相信我一样。不要相信我好吗？我。
求求你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相信我？这不是你的错，因为我知道你缺钱，所以我帮你找到了赚钱的办法，我会把你捧成 KOL。你明知，所有的错误都是我，我已经给改正了，不会再有任何的问题了。明明很痛，你该不会觉得我是你的朋友吧？我可没觉得你有多喜欢我，但我跟你都这么挫，也算是门当户对吧？啊，你其实挺自私的，一个女孩子把自己过得像个垃圾，谈个恋爱嘛，像过家家一样。算了，我们这样子也配得上谈恋爱吗？只要开心我都 OK 啊。不开心再分手。我看到有前女友，省得给有前男友分手。我靠！我们从来没有爱过对方，对吧？你其实是喜欢大专的吧？你是觉得自己有多差，配不上别人喜欢你吗？要搞定这个瑞瑞，因为他真是个人渣。你的2万块钱我收到了吗？好呀，那你就还苏西吧，不要再找我。等等，你又想怎样呀？那笔钱我只能先还景长那一边，至于你姐的钱，我一时半会还不了。那是你的事啊，我只要你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头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会做一次堂堂正正的人，把钱还他。消失可以啊。但是你得帮我一个忙，你去帮我把借条拿回来，这样我就没有心理负担。你知道苏西那个人神经质，我不知道哪一天他会发疯，拿着借条找我麻烦。苏西是不是瞎了眼了？找你这种，找我这种什么？垃圾啊！我并不是让你选择，这最后一个忙你不帮也得帮。你知不知道我们之间这叫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同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苏喜要是知道你和我合伙搞他的钱，他会怎么想？我觉得吧，苏喜对你很好呀，他可能潜意识就早已经帮你当做姐妹对你了。可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啥？借条你看着办，务必给我弄回来。我不管你用任何方法，